若果你话即系 cut 嘅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嘅。咁其实我都有比较多嘅即系客户都等紧系95啊、96呢个位置。咁若果你话即系去到呢个位置开始 cut，我觉得又不妨嘅，因为始终巴巴今年应该就慢慢松绑机会比较多。咁同埋你见到近期明显就系佢虽然有回落，咁但系其实幅度都唔系话好劲嘅啫。咁啊，即系相比呢个市都已经算回得少噶啦。咁差唔多好食，你118落到嚟100蚊邊。咁但系相对嚟讲，我觉得都仲可以考虑住嘅。咁若果你话有95、96呢个位置，不妨开始考虑啦。咁你即系作为你之前完全冇嘅，作为第一注，我觉得又无妨。咁因为今日血肉强盛啦，100蚊摆喺度噶嘛，一嘢就怼穿咗噶啦。咁所以有机会即系你睇下有冇机会即系翻嚟，因为佢4日后就会公布个业绩啦。有冇变化出现咧？咁大家都等待嘅。咁但系当然第四季大家唔会好大期望噶啦。咁啊，只要唔系同预期相差得太远，应该都仲大得过，即系挨得过嘅。咁所以95、96，我觉得可以考虑。